冯德伦 Steven 日前被太太舒淇拍低了机舱睡上放闪之后，估不到甜蜜的假期这么快就完结。这日 Steven 就隻身现身香港机场，独自推住行李箱回来。老婆舒淇就不见人了，只是见到她投资的面食品牌纸箱。Steven 虽然戴住口罩，但就难挡佢一脸的倦容啊！不过都不忘为大家送上贺年的祝福。大家恭喜发财啦！大家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好祝大家好健康啦！